别都走进来，走几个杀几个，可惜。我从不妥协。谢如你所愿，送出了超粉。 喝点药去。无处可藏。我还刚想说，我看能不能扭他硬，没扭掉就亏很多血。他们以后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 完全没想法呀！算了，那反派一族也行吧。我来了，感觉可以四包二越了的。没有机会了。 这当上路压力这么大，你的愚忠对你来说毫无意义。哎呦，这么折磨，游走于刀剑之上。 五个刀，我这你掉线了，我都看他刚刚亏了，我都看到我亏很多兵了，我都还有30多个刀。他这高低再上路玩了5分钟手机啊，我只能说，不然这个刀没有这么，都没办法体现成这样。 压力这么大，不妥协。不要妨碍我。你。 还行，太疯狂。
来，走！速战速决吧。 傻瓜才会被。啊！还有兄弟说上路被摇摆了，其实没摇摆，翻远一点，翻远一点，翻远一点。 他刚刚选英雄的时候就已经扬言了，他用的这个嘲讽波比上的大师，就是要拿这英雄打对面的新英雄。这里可能大伙刚刚选英雄没有看到，这是我们上单的原话。 直接锁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哇！首先没锁住，第二抬到了，为什么没空啊？ 还行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刚才为什么啊，兄弟们？他抬到了，但没有接空，就只单纯的抬了一下而已。上路杀回去了，无处可藏。 拉着他。 怎么干？要防卖。Rampage.
矮森。哎，这两把这，哎呦，兄弟们，这凌晨的对决，说实话，说怪也怪，说不怪也不怪啊，怪就怪在哪，你知道吗？一把碾压，一把被碾压，两边一边倒，呵呵，有没有？怪还跟我打，搞死！主播都七点了啊！只有傻瓜才会畏惧。七点了，那问题在哪呢？在游戏的机制。到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还挺勇敢啊，豹子！哎呦，我人有点多。OK， 对面要翻了啊！他们应该不会点了，我这个大人头一给，他们觉得还有希望。他们可能十五点。还有说法，不要妨碍我。击杀必死。一技能分解练习，无处可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么自觉啊，速战速决吧。Hello。没有机会。这因为我这边出现太久了，他们要过来帮我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他可能会过来。塞拉斯的英雄会掂量不清楚 ，W 闪，结束。刚讲说塞拉斯的英雄会掂量不起自己的分量啊，没想到就直接点。